你开车，你开车。可以了，传递开始。碰瓷儿。倒是拉我一下啊！倒是拉我一下啊！你假的！演哪儿去了？这都。下一轮的表演者，腾哥。啥？这是个啥？英语，英语。What？ 哎。How many words？ 告诉我们几个字儿。You know and know。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。战铃，你知我知天知地知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。个人。知否中心应是绿肥红瘦。小童说对了。红，牛，good。等一下，个人是哪个词儿？个人这单词本身，个人是问号，个人。Number two, no money. 没钱，有钱能使鬼推磨。Glass. 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天哪！你这都能破解的话，咱俩就可以成立一个什么部门了。对，部门了。哎呀，10 years 3 君子报仇时间不晚。 10 years 3 Treatment。100 years treatment。 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雅迪回答正确，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抱歉了，破解了你们部门的密码。毒对的，换题。说成汉语了，5 6什么？人5人6啊？人5人6。人5人6。六个字。5 6 5 6，过五关斩六将。哇塞 5 6 5 6，不然的话也是尴尬。哎呀，我第一次这么希望他多出点题。6个字。哇 is good people。 baby 娃娃宝宝。赵氏孤儿啊。 is good man。 从地上捡了个好男人。好娃一生平安。哇 good people。 人之初性本善。正确。Chicken. 鸡鸡腹肌鸡。
才子佳人队完胜啊！我们还完胜了。沈腾老师刚才演《人之初性本善》的时候，我觉得沈腾老师特别有文化。哇哇哇！人之初这个特别合适，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就没有高桌高椅嘛，啊，所以小孩生下来他也是在地上，举起来就是要养他，那就这个其实是特别合适的。长知识，谢谢姜老师。下一轮呢，是用肢体语言来表述猜灯谜，比划的是腾哥、贾玲，剩下全员猜。那这样抢答，我们组岂不是我们就两个人不占便宜，人少了？小宋帮忙吧，小宋今天的名头特别好，我叫宋好运，宋好运哦，可以可以，快快快，帮忙一起猜。五个字。哎呦，那这个我可得演前面的了。你看我在演什么？胸口碎大石。胸口碎大石，真的吗？砸。司马光砸缸。司马光砸缸。正确。哇塞！是什么？四个字。嗯。春晚上的一个舞蹈哈，只此青绿。哎呦，哇，谁啊？春晚上的一个舞蹈哈。刘涛会不会是我刚才那两部学的还挺像？像青绿腰是吧？我以为是什么看门的大石墩儿往前挪，我以为是什么天崩地裂。太快了，下一个。我演前四个字是今天的一首诗，我们就演情境了啊。盲人摸象。前四个啊，这前四个。哎呦呦呦，哎呦呦呦，倒了。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。杨迪答对了啊，真厉害，杨迪。这什么人啊？我是杨迪，天天录节目的杨迪。下一个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个字啊。咱俩一起演那个响的。你走。是武大郎是吗？回来吧。不及汪伦送我情。哦，少小离家老大回。哇，杨迪！我的妈呀，到底是不是我们的演技太出众了？那肯定是啊，一下就演到中心思想了，还得绕着点弯演。四个字，是我弄你啊你。弄。嫉恶如仇。指桑骂槐，不是指桑骂槐，感觉像你行你上，就是指使他去干嘛的那种意思。四个字。这是什么？哆嗦。他冷抖，他在外面冷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啥玩意儿？嘎脚。哦吼，哎呀，烫，还指压膀啊？哎呀，哎呀，这是什么地儿？他这是什么地儿？他的奈何桥，是一座拱形的桥，一座座山，山山山，这是什么山？就是坐登山好冷，这猜不准。他只是在演梁山，他是说那个山很凉。那梁山咋演呀、啊？你把腾哥想的太有文化了，一辈子猜不出来。地上梁山，啊，梁山。杨迪，你给我过来，你演个梁山来。非常的好，刚才那段简直了，没有任何意见。这轮表演结束，获胜的是才子佳人队。好厉害！没事没事，因为有杨迪的缘故。该说不说，谢谢杨迪，谢谢杨迪，演得挺好，不好演，逼上梁山，我会回去好好学习的。
开始，请看题。快看啊，腾哥设计包袱了，在轮椅上。站起来了！站起来了！俩字儿，俩字儿。牛。羊。羊羊。羊羊。羊群。呆羊。人名，人名。正确，行，蜜蜂嘛，蜜蜂、啊。哇，太厉害了！这样都可以猜出来吗？我这不是书读的多吗？花花，你看得见吗？花花，花花，随手一拿。第二个，第二个。俩字儿，都是人名，俩字儿，俩字儿。就是羊。羊羊。羊躺，羊睡，羊踏，羊生，生羊，海洋，羊海，羊子，正确，羊子，羊子。我发现若鱼跟得上腾哥的思维，对，不如公子我俩坐一起吧。你起开。哎。三个字，杨子山，正确。这怎么还没开始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猜太快。你猜一个，你猜一个，你猜一个。我猜不出来，摸不清腾哥的套路。三个字。聪明啊，梵高啊，切耳，一只耳，黑猫警长，一只耳，龙，耳聋，还一个字一个字学就完了。他非要挑战一下自己，对，非得，戈尔，尔，王嘉尔，腾格尔，正确，腾格尔。腾格尔是我们五竹说的。五竹，别看看不见，他听得见。虽然我瞎，但我不傻。我这个行了，太长了。这不是人名了啊。十个字。看天。陪你去看流星雨。黄河之水天上来。哇哇，若云，你这还差一点，十个字还差一点点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正确。哇，哎，好赞。七个字，这是伸展运动第一节。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爷，你是不是数学不行？这是七个字吧？你算算再说。我们瞎猜嘛，猜完以后再说。抓紧了，最后十秒。刀。臂。臂。天生我材，必有用。哦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天，对。看看人家，就感觉像一个王牌家族的固定嘉宾一样。你好帅呀、啊！你是我见过最帅的。我呢？情人眼里出西施。全全回答正确。啊！情人眼里出西施。哦。春春，下一次最好等腾哥把他的情话说完以后。下一题。四个字。嗯，雅、啊，这是什么？啊，灰姑娘不是？
哦。玛丽这么多年你怎么跟他过了？这一段他自己演。脚太臭了。我给花花演吧，一个一个吹笛子，然后另外一个四脚朝天蟾蜍。你俩人物啊，东邪西毒。东邪西毒，小宋和花花答对了。东邪西毒。哇，我怎么就东邪西毒了？怎么来的？我把鞋放在东边了，然后他让我掩护了，我让他西毒。下一题。好，五个字。白头脑，大头儿子，小头爸爸，棉花娃娃，福娃。这什么意思？摔跤吧爸爸，小头出去。摔跤吧爸爸，摔跤吧爸爸，那两个女儿。下一题，四个字。四个字。啊，这什么北极熊？咱俩演过 MV。大哥啊。牛郎织女，所以贾玲演的是牛郎，腾哥是织女，是吧？咱演字儿吧。掉勾，你来吧，你来吧。千，千。哦，千。千与千寻。小头正确。千与千寻。千与千寻。哇，我太厉害了。下一题。哎呀。五个字。拍案。中好声音。汪峰。汪峰。OK OK， 我来。来来来，补上。嗨。嗨。哎呀。汪峰，章子怡难道是？你上那儿蹦去，别在这儿蹦。这个好难演啊，三个字儿。三个字儿。嗯。眼力劲儿。哎呀，我玩这个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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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三个字儿。三个字儿。这太难了，哥，太难了。这一个字一个字演吧，哥。连。心连心触电了。连。李连长。李连长。什么是李连长？你哪怕说李连杰呢。第一个字是。连，第二个字是连连看。哎，哎呀，下一题。哦，四个字。哎呀，刘欢。刘欢老师是这样式唱歌的。华晨宇。姐。我要爸爸，我要爸爸。拼命找爸爸，坚持的不哭的拼命找爸爸。花花小童，对，花花小童。爸爸，爸爸的爸爸。花花，四个字 ，Action。哎呀，哎呀，四个字，这是个啥？哎呀，鼠标宝。四个字啊，小宝赵四。没错。那你说俺俩两个戏叫啥名？乡村爱情。乡村爱情。乡村爱情。下一题。六个字。六个。不好猜了。哇，这都猜不出来吗？哇，哎，演那么远。这都猜不出来吗？学得太像了，闪电那个动物疯狂动物城里面那个，杵了半个多小时，一句话没说啊。喂，难道是我们两个？啊！多好的提示啊，半个多小时了一句话没说。我只能说我们俩精湛的演技。八个字。
哼，哎呀，仇人相见。影视剧的名字，影视剧的名字就是。一口牙掉了的恋人，那个戏是当年很火的一个戏，然后是有点那个有点吓人的。八个字的名字。哇，完了！听懂了吗，他哥？没有，这不好演。直接演歌名吧。传递开始。两个字。汪峰。下腰，下腰，下腰。这样唱歌。张杰，歌名哈，歌名哦，歌名，还有一个啊，潜水，哦，我懂了，两个字，这段很好，花花这段重点观察。游泳，闭气。好，时间到了，大哥。我懂。你刚不是啊，我跳的是那。是不是以为比我真强呢？跳的几个字儿？两个字儿？是一个词儿。爱豆。最重要的动作说是这个。霹雳。霹雳。咔嚓。这是什么？大。这是什么？小。那这个是什么？长。长短。神龙。短断。长不是短。神龙。神龙长。长。长。长百草。对了。哎呀，玲儿，我希望你能听清，他说的是神龙。你在这还演第三个字呢。那能演到一起去啊。八个字。你把自己演笑了，真的瞬间演了四个字。看一下看一下，腾哥在0.5秒演四个字啊。鸡犬不宁。鸡犬，对了啊，鸡犬啊，第三个字，鸡犬升天。前面还有四个字啊，什么鸡犬升天？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一心先说出正确答案。哎呀，真不容易，这八个字，哇，天哪！四个字啊，这次我们演的是一个情境。情境啊。这。这我现在，给我拉回来呀，给我拉回来呀，哥，到嘴的鸭子飞了。所以贾玲演的是鸭子是吧？飞不起来了。笨鸟先飞。叉。是南非，正确。
个算谁的？异口同声，挺好挺好，你们四个一边笨。四个字啊，我演前脸，你演后脸。哎，好。你好，你这演法一辈子猜不出来。牛郎与织女，凤凰传奇。凤凰传奇是一个动作，动作那个什么箭，御箭飞行，正确。是吗？对了对了，那御箭是什么呀？我演的是御军箭。老祖宗留下一句。这是羊吗？自己画的时候还特自信，画的是什么？你那个花太不菊花了。对，这是什么呀？开始，十、九、八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蝎子。你干嘛？你这玩意儿咱本身就有，这么多年一直在挥之不去，试图甩掉而不能。准备好了啊，第一轮传递开始。咋还下来了呢？奸懒馋滑。说出了腾哥的本性了。几个字儿啊？那是干啥呢？偶像，偶像包袱。天哪，这人也太厉害了吧！这个太难了，我表演的太准确了。袖子、手臂、肌肉，猛男。缩水了。你刚刚说你知道了。三个字。肌无力。对，对了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欧贝尔，七个字啊，七个字，七个字啊，七个字啊，哇，好难啊。不是哥，我得先知道你演不演最后那俩字儿。爱江山，更爱美人。哇！山山推三三角三角。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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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先演他的身份啊，我先演他的身份，就是啊。拜年。皇帝不明白啊，七个字，七个字，皇帝批山山，皇帝爱江山更爱美人。月月正确。月月，等着我们猜对了是吗？得意的 笑。你是哎，我们是捣乱的对不对？不，你们截胡拿分的。哦，截胡哦，不是捣乱啊。哦，我问错了啊。哦，你演哪个呀哥？我每次都拿捏不好你的性别。六个字俩人。
六个字俩人。我还是那个人。梨花点穴手，这是绝招。这是个武侠片，对不对？两个人名啊，腾哥演的是绝招。两个人。白展堂和那谁叫？白展堂和谁来着？那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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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他说葵花点穴手，葵花点穴手是谁？是谁干的？那个白展堂和那个闫妮姐，那个白展堂和佟掌柜、佟湘玉。正确。下一题，下一题。这也是俩人啊，五个字儿，哥你。赵四儿。赵四儿。赵四儿。老四，你这个事儿。刘能。赵四和刘能。是这。那个谢广坤，赵四谢广坤。赵四谢广坤。涛哥啊，我能申请让大老师少说两句吗？你们盯我哪？哒跟机关枪似的。不是，刘能不对，不是，不是，孙小宝刘能，孙小宝赵四，那个东北 X 吗？赵四司机。不行啊，大老师，你可以少说两句吗？碎嘴子多了也嫌对方烦。没事，大老师没事，没事，来吧，接着聊。六个字啊。怎么都这样，都是一样的。你打我呀，欠揍。他是个人。白骨精。这骨头够大的，白骨精，这骨头大枪骨啊。我来男的，他来女的。来呀，来打我呀。哦，许仙，白娘子。六个字，倩女幽魂。宁采臣，宁采臣和小倩，聂小倩跟聂小倩，宁采臣聂小倩，你怎么猜到倩女幽魂的？你背了个书包，然后在那走，我就真的想到了。我以为是腾哥演的啊。花花一动都玩入击剑来了，都已经是这样的问题。宁采臣和小倩。聂小倩跟聂小倩，击剑，嗯，最后一题，这个难了，哎呦，这个难了，这个太难了，没事，交给我们了，我们就喜欢难的，来，火云邪神果然有派头。只是个虚名而已。七个字啊，两个人啊，然后我是。如来神掌。腾哥演的这是。他演的是粉丝跟偶像，他尖叫，然后他在那儿耍帅。大老师，你少说两句行吗？大老师。他俩不应该在一个组。然后啊，我开一道门，又开一道门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请您出山。哦，那个诸葛亮，那个蛤蟆会蛤蟆功的那个九什么邪神，火云邪神和包租婆。不是，我是个男的，我演的是个男的，就是周星驰。现实中的，周星驰跟火云邪神。花花太聪明了。这都谁呀？这都是。怎么两个人？这个你应该挺高兴的啊！你只想跟我做的事情。我们一直做我们想做的事情。你只想跟我做的事情。想啥呢？老陆。啥？啊！哎呀！完了，你转过去。哎呀，我的眼影，四个字，哎呀呀，假睫毛，哎呦呀，没有，不是结束了，嗯，完了，哎，这个如果你们不抢答的话，我都觉得你们脑子不好，嗯，你什么东西？这人啊还是什么？我啥都不透露，几个字啊？
啥也不说你。你这是啥？耗子。啊？贾玲。杨迪。嗯。杨幂。杨幂。杨幂自己不刚画完吗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羊吗？你看像不像一朵云长毛了？云毛。杨幂刚才画是不是也是这样的？我比这好多了，比这个画的。人画狐狸都能想出来是聂小倩，你们真的是。但我这是想象力怎么的都关上了呢？下一题。哇塞，想这么久。很难哈。啥呀？求千尺吗？这是五个字儿，五个字儿，神仙眷侣，牛郎与织女。现在特别流行的一个关系就是贾玲，你和你所有的那什么的塑料姐妹花，塑料姐妹花，哇！其实沈腾画的这是好的，两个女的底下是花。你猜出一道题没？下一题。啊，这个非常简单。雷佳音。什么玩意儿呢我？是还是那个女的吗？秃头的那个女的。秘密答对了。无脸男，无脸男，秘密答对了。哦，无脸男是什么东西？无脸男是他以前 cos 过的一个。啊。哎呦，画的不错，挺像的，挺像的，挺像的。你这个特别像那个塑料姐妹画的正面，你看。他转过来基本上就想这样，这俩话连上了。仨字，滚下来。滚出去！滚下来！这个也有可能误导你了，太误导了，花台阶儿。这是植物人，植物人。李佳音说这是植物人，植物人。不如之前那个，不如之前那个，不如之前那个。关键你那花画的也，你帮我描两笔我看看。菊花台。哎，菊花台，菊花台，菊花台，你没白来，没白来，没白来，我可以走了哈。那个哇，你看沈涛画的，你那个花太不菊花了。我确实忘了菊花怎么画了。腾哥的最后一题，五个字。我先缓缓，我感觉就是我想的那首歌。我不猜了，我已经知道了。嗯，是鸳鸯蝴蝶梦。两只蝴蝶，群蝶，怎么猜不出来？腾哥就一直在画这个，这是一只蝴蝶啊！走。杨迪，你就说我画的对不对？你这是硬要这么讲，确实如此。
他就是这个蝴蝶经过了一些事件以后变成这个样子了，就让人给打散了是吧？什么？梁山伯祝英台。你们没听过吗？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。酒醉的蝴蝶。原来我是一只酒醉的蝴蝶，你的那一句誓愿来得轻描又淡写。啥歌呀？哎呀，你看这群人真是不接地气儿。一只蝴蝶，离了歪斜的，一会儿这样，一会儿那样的。这个我完全把他们最主要的特征全抓住了，是吗？